最近这几年，咱所看到的天顶是清气的，还是大梦的？最近这几年，咱若看远的时阵，咱敢会看到真清楚的山片，还是咱所看到是一个大梦的？是啥物物件让咱的目睭大掉嘞？你以为这是透早的梦吗？但是那是我倒的时阵，这梦还未散去，这就是表示咱的眼睛所看的物件不是梦。这是空气污染的一种，也是叫做 PM2.5。啊，那是要较好记，叫做下晡的两点半。基本上，所谓的 PM2.5， 咱得先了解伊的定义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这个粒子的大小比2.5微米搁较小。所以，如果伫5.5微米以下，拢会当叫做 PM2.5。因为咱过去唔知影 PM2.5 遐尼啊细物啊对人体伤害。以前咱敢知影较大粒的，比如讲 PM10 还是 PM5， 所以较早敢会当测量到 PM10 还是 PM5。所以咱知影 PM5 以上的粒啊，会造成气管甲喘气方面的镜头，会当去想着讲啊，可能对咱人体有伤害。但是遐尼啊细物啊，咱颠倒无去想着。一直到有一个美国的学者叫做帕伯，他开始做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，发现说 PM2.5 确实会增加死亡率，比如说肺腺癌或是心血管方面的镜头，整体死亡率都会增加。大家想着说啊，这是为什么？结果科学研究他发现说，因为 PM2.5 太小了，它的 size 可能跟红血球甚至比白血球更小，所以简单讲，伊会当进入咱人体所有的所在，也就是讲，咱的身体根本无法度阻挡 PM2.5 这种物件。我是 PM2.5，我甲头兄弟非常的多，有各种重金属甲毒物，每一个拢有厉害的技师。伫甲人类攻击凶杀的过程当中，我是真少失手。第一关鼻孔，虽然恁有鼻塞甲鼻膜会当抵挡外物，但是90%拢是咧 PM10 以上的粒啊。我是 PM2.5，恁根本杀我无法的。第二关咽喉，虽然恁的顶喘气道有膜，一秒会当震动20遍，但是我轻功有够好，气管若是受到刺激，想要收缩来阻挡我，啊恁是无采工尔尔。第三关下喘气道。虽然这些气管就亲像长倒头仔的大松树啊，微薄的气管真倒是阮上好运动点。阮一路过五关斩六将，甲白细胞、甲淋巴细胞交战，人类因此发生各种镜头。阮的角头兄弟最后会占领恁的细胞。人类的细胞虽然有三个外，只要阮阻挡恁的细胞，恁就无法度喘气了。才有一种予阮真食力的敌人，叫做杀甲细胞，会当甲阮吞落去。这虽然是一种恶战，但是阮人侪骹手侪，而且有恁难以分解来治，加上重金属的毒素，杀甲细胞难以消化。真紧就食伤饱，腹肚伤胀，化毒而亡了。恁人类的免疫力就是安尼歹去的。完了有一组特种部队，身躯比0.5微米搁较细，会当穿过细胞，直接进入恁的血管，沿路破坏恁的血管，让恁的血管变矮，血压升悬，血管也因此慢慢塌掉的。我甚至会当通过恁的细胞，走入恁的心脏。对恁的心脏发动总攻击，造成恁欠血、心脏损伤、心率不整，予恁的心脏无力。拖咧等吧，恁这个人，恁每一块喘气，我拢知的。根据专家学者的研究报告指出，石化工业的燃料。烟囱的烟，甲车辆的废气，等任务的因素，
是 PM2.5 的主要来源。根据空间雜誌的报道，中興大學環工系教授莊秉傑伊的研究指出，全台灣目前最大的 PM2.5 污染来源是麥寮六輕。六輕的 PM2.5 排放量一年是超过140,000吨，是比第二名的中港加出200倍。愈来愈多证据出来，民国98年，哈佛学者甲几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又去做生命的统计，都发现 PM2.5 只要增加10微克高，这个城市的寿命都大概减了7-8个月寿命。咱就来做一个六氢伊所排出来烟流对倒位去的测验，发现六氢的测验 PM2.5 会影响到这个所在。伫阮这个测验会影响到麦寮、台西这边为主，另外较我中央山脉这个所在，嘛会有较大的影响。搁过来就甲拄只真相共，就是伫咧中央山脉西平遮有较大的影响，都市其实遮高雄吧。高雄这边嘛有真大影响，所以影响的所在差不多是安尼。咱就来比较一下，民国92年到民国96年，基本上这个所在六轻大部分的机器拢总伫咧振动。那扣掉民国82年到民国86年的资料，这个时阵六轻的机器基本上是拢总也袂振动。咱即马就甲两张图来甲比较一下，红色的所在是代表癌症死亡的人增加的所在，蓝色的所在伫咧减少。我就看这两张图，哪会生做这么相共？六轻的话，按照拄只所算出来的数据是增加1686个人死亡，就是每一年造成伊排出来烟的风尾，以排出来烟影响来讲，咱就会当甲算出来，一年会造成这么侪人的死亡，1686个人，非常大的数据。阮是摕环保署资料库内底10,000多间工厂的资料，全部甲摕出来比对研究。内底有汽车、柴油车，也佫有一挂物件所排出来，即、这个烟拢总甲比对研究。所以这份报告内底基本上是真完整的研究资料。譬如讲，我即卖认为玉清是目前台湾第一大PM2.5 的污染源头，我讲的是以一个所在来看，内底一间工厂，还是讲一个工业区所影响上界大的污染源头。98年开始，云林县政府委托台大公共卫生学院进行研究，7年以来，所研究的报告指出，沿海五乡的乡民尿内底含有真高的重金属加致癌的歹物啊！阮过去4年来，伫咱沿海遮吼，拢总有找到3230个比较形成较健康的咱的居民，摕到伊的血甲尿。啊，阮目前干呐分析了一个尿的部分，伫尿内底，咱就用去找到讲氮氯氰排出来的污染物，譬如讲是重金属，内底有差不多10几种，哦，有机的物件甲咱炼油有相关的有机的物件，还是讲发电厂排出来这款有机的物件呢，我嘛会用找到讲，差不多有10几种。这是麦寮国小一位教会学生囡仔的健康检查报告。离盐尿的指数部分是高达263，离细胞甲免疫功能拢无正常。看过这个资料，你敢会相信咱的囡仔会用健康快乐过一生？咱的诉求唔是要予六轻停工甲关厂，咱是毋忘六轻来改用低污染、搁较环保的发电燃料降低污染，上重要卖阁继续用石油加甲煤这种高污染的燃料来发电。
对，石油焦甘煤就是含硫量真高，啊，含硫量高的物件，你烧了呢，你就容易产生足济即个啊硫氧化物，啊，你空气污染的风低嘛，较歹做到讲会用好即个重金属啦、有机物呢的量降低，程度拢无法度做甲足好个啦。所以上好的方式就是讲少用者，爱用卖用上好。啊，你安内顺。自然点呢，恁附近的这个空气污染的情形，就用改善真大。这是现任的台塑石化公司董事长陈宝龙先生，伫以前做国光石化公司董事长的时阵，伫公共电视节目所公开讲的话。烧煤嘛，容易造成 PM 2.5 啊，所以我不烧煤啊，我烧天然气啊，我烧60%的天然气。40%的油，全世界的国家跟公司，除了产天然气的国家以外，无人敢提出来讲，伊要用60%的天然气、40%的油来做工厂的燃料，因为成本足高嘛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虽然成本有较高，但是用加速发电是会使，而且禁烧石油加跟煤嘛是世界的潮流，加拿大、美国、新加坡、丹麦。拢嘛是禁烧石油加甲煤，甚至连中国嘛开始禁烧石油加甲煤。咱台湾嘛应该爱禁烧石油加甲煤。难道台湾人的命较无值钱吗？当你看到未了六轻的天顶，敢会使无感觉呢？现在有两件非常关键的代志，必须爱咱做伙来做。咱台湾的前辈蒋渭水先生嘛有讲。同胞团结真有力。第一个关键就是许可证的问题。若去要烧石油加甘煤来发电，必须要先甲菲律宾政府申请许可证。有菲律宾政府的许可证才能烧。目前台塑有7个厂在烧，所以拢总有7张的许可证。台塑有7个厂在烧，钱在赚，咱无赚汤，无赚粒。咱是趁着环境的污染，让咱的身体歹去。台塑用什么物件来申请许可，咱拢唔知。县政府用什么款的方式来审查许可，咱嘛拢唔知。这个审查的过程，伊完全拢无公开，是标准的黑箱作业。服务协定虽然是黑箱作业，咱上网拢会用查到所有的条文甲内容，所以。菲律宾政府也应该要公开整个的审查过程，让大家来了解，这样才对。第二个关键就是5月7日开始，菲律宾议会要开始审议禁烧石油加甘煤的自治条例，若能通过，就可以减少很多 PM2.5 的排放。所以为了咱的健康、咱的环境品质、跟咱的未来，有闲的朋友在议会开会期间来议会关心这个议题，让更多议员来支持。另外的朋友，咱也可以透过网络来关心这个议题。为了让咱的空气是新鲜的，让咱的孩子有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，咱的健康咱自己来救。所以在这要邀请各位，咱做伙斗阵来做几件代志。第一，随时关心注意空气品质，手机下载跟空气污染有关系 APP， 监看所在地 PM2.5 的浓度，提醒身边亲朋好友注意空气污染。第二，主动监督县政府，常常打电话到县长室跟环保局，要求县政府开放石油加甘煤许可证审查的相关资料，让咱大家拢有公开审查的权利。常常到馆长的脸书留言表达意见，请李馆长把审查许可证的黑箱打开。第三点，主动监督管理员，打电话给你区的管理员，请他支持自治条例，让他通过。如果议员无法支持，请他说明理由。并且记录下来，阁邀请阁较侪的朋友，咱做伙来说服伊。第四点，转达 PM2.5 相关的资料，予亲朋好友。你会使挂空气污染的机啊，
提醒周边的人来关心空气污染的议题。下载这份影片，马英涛这份光贴片，也是转贴分享，和亲朋好友更加了解，做伙来关心，随时吸收最新的资料，了解更加多 PM 2.5 的消息。你马英在网络上找 PM 2.5， 也是参考下面脸书的网站，了解更加多 PM 2.5 的相关的消息。最后，你也可以主动联络我，我愿意到你家，或是转来，讲给你了解，让更多的乡亲来了解真相。联络的电话是0921-313-705，吴先生，0931-486-994，王先生。